在经过一番激烈厮杀，打出名堂篮球训练营随着十二人名单结果出炉，正式结束。尽管最后结果不是尽如人意，但来自台湾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四位球员，早已经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对于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经验，都显得相当珍惜。这来这趟有踏踏实实的完成它，然后有它的价值在，就今年暑这个夏天很值得这样。因为都相处了很久，然后一起训练，然后一起经历过很多生活上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尤其跟几个比较好的，他们如果没有入选的话，就是真的会蛮难过的，就把他们当亲兄弟、好朋友这样子看待。就回去把这个我所经历的教他们，然后同时也会把我这里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 RISE 的价值也传递给他们，然后也希望他们明年都能够报名，然后有机会就来这里看看这样。其中台门混血儿刘沙文年仅16岁，深邃的轮廓外形与精湛的球技让他在现场拥有超高人气，在5-5团体对抗赛中投进了一颗关键三分球，还当场获得老方 James 的口头赞扬，而他也是第二个被教练团喊到名字的球员。而随着活动结束，刘少文似乎又朝着篮球梦想跨出了一大步。他叫28号的时候想太快了，然后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我的时候就是我，然后就我赶快举手，然后就微笑看一下大家，然后就很高兴，然后转头说 LeBron 刚好在看我，然后就跟 LeBron 对到眼，他就肯定的眼神跟我点一下头，然后就点头回去，我就很开心自己晋级了。然后这边就认识很多外国教练嘛，然后其中一个特别照顾我，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美国的 NCAA， 对，他觉得我可以去挑战。随着活动宣告尾声，一起相处近2个月的伙伴也将各自重新回归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四人绝不会忘记在这个夏天大家几位圆一个篮球梦共同付出的努力与回忆。我来提新闻张俊宏、王德兴，我们在中国上海所做的采访报道。